老大，你瞧我干嘛了？滚滚出去了，给我出来！你凑什么凑？今天不收拾？我没干点钱。确定了，要成立龙门三怪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。<笑>不赊账啊，刚哥！<笑>我都高兴坏了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亏我还这样呢。没事没事，先把原来的账结一下吧。<笑> 有什么钱？就是，今儿的刚哥不高兴，我们钢铁侠要成立龙门三怪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小弟了，谈钱不伤感情吗？三弟，二哥，大哥，三弟，我钢弹，我铁蛋，我二蛋，再次结为英雄兄弟，大哥，二弟，三弟。 坏了坏了，钢铁侠又拉二蛋成立龙门三怪了，我还得给我婶子说去。不好吧，铁蛋，我婶子知道了，不会答应的。他那变形没干什么，就是我们是龙门钢铁侠，龙门钢铁侠最抗揍。怎么？再给钢铁侠一个面子，我们可以舞动。行。<笑>狼狈。 哎呀，你俩死了，对不起，不是滚犊子！哎，可算是摆好了。哎，你可不能加入龙门三会啊！那俩死是不带老婆的话，还管你师兄啊？陈子，吃点东西怕什么的？只要他们不赊账就行了。你看，这我进了鳕鱼肉松海苔卷，给你当开尝尝。我也没舍得吃，给你尝尝吃吧。 里边有肉松，不错。慢点，快点给！这么快吃完了，婶子，我得拿个香辣味的，再拿个鳕鱼味的。你逼我吧。